每种人他其实是要整排乳腺切掉，但是说起来难过，你的慢性肾病要达到一定程度，他血检才验得出来。高龄毛孩五种常见疾病。Hey guys, what's up? 我是美女 CEO Candice。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常见的猫咪狗狗高龄疾病。那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我们的郭医师郭院长来帮我们讲解。大家好，我是郭医师，我是来家行动宠物医院的院长。那我们医院呢，主要就是做行动医疗，所以像是一些狗狗和猫咪突然不方便出门呢，我们就去到府咨询或是到府看诊，那甚至有些到府安乐的服务。我们第一个要讨论的疾病是退化性关节炎。那这种疾病常常会发生在哪一种狗狗上面？常常发生在大型老犬上面。那可以请你要不要猜猜看，说看哪些台湾的大型老犬特别容易发生这种疾病？我常常遇到身边有黄金猎犬的朋友们。对，没错，因为台湾黄金猎犬大概十二十年前很流行，那这些狗狗太多，在这几年开始变大。那所以就开始看到很多拉布拉多黄金猎犬这样子的饲主照顾的生活压力很大。怎么样知道他们有这样子的疾病？退化性关节炎这个问题，大概在十到十二岁的时候最容易被发现。慢慢的开始觉得人家狗狗怎么本来可以上楼梯，然后上楼梯开始变慢，以前可以走三十分钟，然后最近怎么走个五分钟、十分钟就走累了。这时候如果是大型犬，那我们兽医通常会做的就是先开窗，排除其他疾病的可能。那我们就觉得，应该就是退化性关节。那我们当然也很不希望这样子的状况发生在我们的狗狗上面，所以我们要怎么预防这样子的疾病呢？其实它其实是一个比较跟基因有关的疾病，在大型犬上面有基因的问题，然后又加上它们体重负担，所以说到预防的话，比较建议的是可能在六七岁之后可以开始使用一些保健品，像是氯醇依啡啊、葡萄糖胺、软骨素，但它没有办法完全预防。纳尼？不过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出去的时候多运动，比如说游泳啊。哦，游泳，对，现在看很多狗狗游泳池。对，现在很多狗游泳池，因为你在趁年轻的时候多游泳，然后增加肌肉量。那如果发生这样子的疾病的话，爸爸妈妈要怎么照顾他们？那其实最重要的是家里有几个地方要注意，像是地板的指滑，就像瓷砖地，它就会很滑。那他们一滑的话，他们在起身的时候就容易受伤，可以铺像巧拼啊、滑垫。我之前好像在网络上有看到那种可以把那个纸滑踢到狗狗脚上的那种，你觉得这种有用吗？而这一种有一个缺点，就是因为他们狗狗毕竟是靠舌头还有肉垫去散热的，所以它散热功能就相对比较不好一点。第二个要讨论的疾病是肿瘤。其实我很好奇，因为最近 Sky 它的腰这边有一块的东西，是我有点紧张，我在担心是不是肿瘤。肿瘤它这个疾病其实跟基因有关吧，但其实跟年龄还是成最大的关系。当然有像一些肿瘤特发性的犬种啊，像是说黄金猎犬。犬大瑞，像这样的犬种，它的肿瘤是相对比其他狗狗来的常见。那我想先问一下 Sky， 它的肿块，它大概是在腰间嘛？对，腰间。如果你在皮肤看起来，它的毛发都是正常的，毛发正常，然后它包在里面，包在里面。对，其实肿瘤的形态分很多种，有些肿块它是你看就是一颗那块脱毛了，然后它是粉红色的，或者说它破掉了，那我们会说这个东西叫做比较恶性特质的肿块，那它可能就是恶性肿。那如果是良性的，比如说只是组织的增生，就是脂肪瘤，它其实是脂肪组织它的团块增生。所以像如果是 Sky 的话，它可能像外表看起来比较健康，没有摸到非常坚硬、没有明显的团块。那如果你摸起来比较像是软 Q 的东西，软 QQ 的，那可能相对之下会比较正常一点。但其实还是建议，没有，还是要建议给兽医师看一下。其实肿块或肿瘤这种东西呢，最好是越早给兽医师判断越好。那我反而比较建议是你大概六七岁以后的宠物啊，每年都要做健检这件事情。如果有一些肿瘤的征兆的话，都可以提早去发现。像台湾比较常见的像是乳腺肿瘤啊，以前的结扎观念没有那么盛行，所以其实很多狗狗、猫咪他们有乳腺肿瘤的问题，那其实都非常难过。每种人他其实是要整排乳腺切掉。然后可能休息可能三到六个月，另外一排乳腺要切掉，所以等于说狗狗和猫咪他们承受的痛苦是非常大的，整个切掉，对，所以尽早结扎啊！大家好像是很多人，我现在看很多人还是以为什么结扎会导致什么样子的问题，可是结扎是很重要的。对，在动物身上，他们尤其是女生，结扎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重要。第三个我们要讨论的疾病是慢性肾病。其实身边我有很多养猫咪的朋友们，
他们都会跟我说，哦，猫咪哦不喜欢喝水，然后或是哦猫咪有肾脏问题，所以现在只能吃生食。其实我遇到好多好多这样的养猫咪的朋友。对，其实慢性肾病在猫咪上面比较常见，狗狗也有，但是猫咪更常见。像根据那个 paper 统计啦，十岁以上的猫咪，它们基本上会发生慢性肾病的机会就高达三分之一。比如说你看十岁以上的老猫啊，三只就有一只还有这样子肾脏疾病的问题。对，真的还蛮常遇到的。对，慢性肾病顾名思义啦，它就是一种缓慢的变化。那猫咪之所以好发慢性肾病，有几个原因，跟年纪成高度相关，基因品种，像缅因猫啊、俄罗斯蓝猫啊、暹罗猫啊，它们这类的品种猫咪，它们好发慢性肾病的比例比较高一点。还有一个不喝水。啊，不喝水，就像这边今天我们朋友家就有那个会动的，對對對，就喷水池，让猫咪比较想要喝水。对，它慢性肾病是这样，它不是说你不喝水就马上发生，它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可能几年累月啊，五年、十年下来啊，猫咪都不太喝水，然后你的尿都很浓稠啊，对，那有些废物就比较浓了、啊。那如果要怎么发现它，其实血检可以发现慢性肾病，但是说起来难过。你的慢性肾病要达到一定程度，它血检才验得出来。哦，真的、哦？对，就是说你可能要受损至少30%-40%以上，那个血检才会看得出来。那你通常有临床症状是70%。其实已经很晚。对，其实已经很晚了。很多主人他都等猫咪瘦了，比如说一两公斤，很多哎，猫咪瘦。对啊，猫咪瘦一两公斤。对啊，就是五公斤瘦两公斤，然后主人才会有警觉性。那这时候通常太晚了。对，所以真的要定期做检查。对，所以定期健检是对于慢性肾病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OK， 那其实预防要让他们多喝水也很重要，对吧？对，因为其实多喝水的方式有非常多种。对，有些猫咪它喜欢喝流动式的水，所以最近就是流动式饮水机就很好。贵啊，对啊，这太贵了，还是自己拖自己手动。而且你的放水碗的方式应该是要3D 的，比如说你叫高高的橱柜，那猫咪喜欢爬上去的话，那你上面也可以放，所以多放几个。对，然后如果你家是属于很大的空间，有客厅有房间，每个地方应该都是要放一个水碗， okay. 对，去让它有欲望去。还要 create 欲望，create 欲望，不然它才不会理你。我会看到比较高级的陶瓷，然后这个铁的我不要。可是猫咪就火星人啊，所以你没办法。好，其实我今天大家学到了三个慢性退化性关节炎、肿瘤，还有慢性肾病。对，希望大家今天学到了非常多。下一集还会有心脏病以及老年痴呆一些疾病的分享。如果更多问题，我们可以到郭医师的粉专，就是安家行动从医的粉丝专页，可以私讯我们。喜欢我们，记得按赞、留言、分享。谢谢大家 ，See you guys next time， 拜拜。我很好奇，狗狗在最后晚年的时候会不会忘记？你会觉得好像在过日子啊，所以的过日子就是他们不会忘记吃饭，可是他跟你的互动的连接上就会开始慢慢消失了，那这个是比较难过的。